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，心病理，七情六淫，七病情，等过完善全国法，医得良心，天地知，阿宏健康万谈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、沈坤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在做药毒、心情未轻松。不顺数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见一事长一智，先生行事自然好。不少企业互相研究、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，更加注意先进动作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，健康万谈，阿咱这网友观众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。真欢喜个到个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咧阿宏中药电台每工拜九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，到六点。由我李老师阿宏沈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阿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吼。来，咱来看这个普通吼，阿咱这个葱头啦吼。有人讲洋葱，吼，有人讲大头葱。那么伊这个大头葱，你们看这个大头葱吼。其实伊普通时啊吼，啊炒这个，譬如讲蛋啦吼，炒这个鸡蛋啊来吃，对咱身体真有帮助。那么咱来讲这个大头葱吼，洋葱吼，当然啦，伊唔是干呐，只有四大这个功效了，还佫有其他吼。那么咱先来讲这个大头葱吼，伊的这个功效。
那么咱这个大稻埕当然是外国所引进来的，哦，当然在咱台湾嘛有啦吼。咱台湾伊的这个叫做这个台湾种吼，这个大稻埕洋葱啦吼，是安尼讲叫做洋葱，哦。这其实就是怎样，在咱这个欧美各国洋啊有，日本嘛是有啦吼。因为怎讲呢？因为伊这个大稻埕吼，真好栽培，真好栽培。那么这个大稻埕伊的这个食料价值，真早吼就被人发觉到啊，并且是现代研究所已经证实。哦，主要有，多人第一讲有四大功效啦。那么，伊大稻埕会当开胃，哦，食落到底啊，比较的较要食袂饭。过来就是讲，伊这个大稻埕伊内面含有这个葱啊、蒜啊，伊这个辣素、咸素就对，辣椒的辣吼、哦，辣素有浓郁的这个。香气啊，吼，所以葱啊，吼，该炒落去吼，会使讲迄个气味袂歹。所以伫咧加工的时阵，因为这个气味会呛鼻嘛，吼，伊个切到吼，伊个所以伊个对这个鼻腔吼，伊个确实讲真香了着，吼，所以有香感吼，迄个。辣白油啦，吼，辣白油，所以有这种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气味，哦。那么这个洋葱啊，大稻埕，哦，日本葱，有人讲安尼讲，吼、哦。提高伊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张力，吼、哦。所以促进胃肠伊的这个蠕动。那么大家会顺安尼开胃的这个作用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譬如讲食欲不振吼，会当用这个大头葱，吼，会当用这个大头葱。那么，伊这个葱啊吼，佮有杀菌，吼，有杀菌，内面含有叫做什么呢？硫化丙烯啊，吼，伊的这个油脂性的挥发液，所以有杀灭到侪种、真侪种的这个病菌。啊，加微生物的这个作用啦吼。当然，若是讲要杀菌来讲吼，爱青，吼爱青，吼。啊，你若煮熟的吼，要杀菌都无多吼。所以你爱看安怎食，吼。啊，不过你若食青的吼，真咸吼，真重，吼。尤其是对咱这个黄色的葡萄球菌啊。背后杆菌，伊叫做二节杆菌、大肠杆菌，啊，甲地糖敏感的这个杆菌吼。那么当然啦，所以伊我多人也来识别，吼，我多人来杀。伊会当用来防治这个感染性的这个疾病啦，吼，譬如讲肠炎啦。哦，啊，痢疾漏屎啦，吼、哦，也是地糖性的这阴道炎等等者。那么，根据美国南北战争的这个期间吼、哦，因为伊这个士兵内面有袂少人吼、哦，感染到这个漏屎症啦，吼、哦，痢疾。那么的时阵呢，有真大影响部队伊的这个战斗力，吼、哦。当时的这个。北伐军啊，总司令向的时阵啊，陆军部吼，啊来告急就对，讲较紧的，哇！啊，军队哦，毋知是安怎食了什么物件，是安怎吼？啊，大家士兵啦、军官拢流屎安尼吼，啊都软胶胶啊，都袂得作战啊，等吼，等你是毋是讲啊？这个赶紧的吼，看这个补充兵吼，伊也是安怎？那么最后火上。三列车，伊个即个大头葱，哦，
在迄、那个，唔是在士兵啊，哦，在迄大头厂，在三大车，哦，伊即个大头厂就是洋葱安尼，哦，结果则及时救了，即个算讲钓到即个痢疾吼，闹腮症的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军官士兵，哦，啊，则恢复伊即个战力安尼，哦，这是啊，较早有一个故事就对了吼。所以说那呢，伊这个油，这个算油厂内面吼，各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伊会当这个降脂啊，哦，什么咧？算讲你若食了伤油啦，哦，也是讲的说那呢，这个身体吼啊比较的较肥的这个，这。这油厂内面含有这个油厂精油，这个油厂精油吼，会当抑制着这个高脂肪饮食内面的这个胆固醇，提高这个高血脂的这个病人吼，体内面纤维200溶解酶的这个活性，那么因此会当降低血液。伊个即个算讲黏可度了对，哦，那么改善动脉硬化，伊主管啦，科学家啊，佮发个即个肠头内面哦，即个大肠头内面哦，羊肠内面哦，有即个前列腺 A， 啊，佮个孙阿娘。红柳丁胺，哦，无我讲了唔对，这个红柳丁酸啊，那么分别又降低外周血管伊的这个阻力，哦，也会顺那呢软化血管啊，甲降糖的这个作用。虽然讲伊这个肠仔头煮了一点点有糖的迄种，但是哦。伊即个时阵，你若讲即个肠啊吼，肠啊头、大肠头、羊肠，哎，无讲了羊肠。那么当然，阿落去加食，吼加食。啊，落去的时阵呢，当然啦，你若糖尿病都袂使掺糖啊，啊，落掺些盐灰啊。哦，掺少盐灰啊，啊，那么伊即有降糖的即个作用。那么即个即个功能对治疗防治老人病有特别，尤其是高血脂的啦吼，也甲高血压的啦，吼啊，冠心病的、心脏有问题，即冠心病的、糖尿病的，有真大伊的作用。吼，过来伊即个。大肠头佫会当抗癌，会当抗癌。哦，伊这个羊肠内面吼，这个大头肠哦，内面的时阵安尼含有真多，伊的这个四元素。哦，那么四会当刺激到咱人体免疫的这个反应，使得的时阵安尼啊，反应这个腺苷酸。也即个增加，抑制了癌细胞伊即个分裂啊，甲成长，这是点个实验室，那么所实验出来的对吼、哦。那么在人体即应用嘛是安尼先啦吼。所以同时啊，佫会当降低致癌物伊即个毒性。所以吼、哦，三不五时啊吼，一礼拜啦吼，食、哦、一遍啊，这个肠仔头吼、哦，大肠仔头，这就是羊肠啊，哦，就是洋葱哦，会减低这个钓到咱这个癌症的这个几率吼。那么同时吼，咱这个。大头肠哦，肠仔头就对了。内面还佫含有一种的这个，算讲动脉黄素，
伊会当抗癌的这个物质，哦，所以伊会当抑制致癌物的这个活性。算讲的是哪呢？这个那这个癌吼，伊的这个算讲这个物件啦，要会变癌。那么食这个大头餐吼，伊会和这个致癌的这个物件活性吼，哎，会来个抑制掉。所以就未发展，吼，伊就未发展成癌，意思是安尼。阻止癌细胞的这个成长，咱拄仔嘛讲过，吼。那么规经过一份这个调查显示，定定食这个大葱头，吼，比较无食这个红迄个洋葱啊，吼，大葱头的这个人吼。那么患到这个胃癌的这个几率吼，少差不多25%，吼。那么因为这个胃癌第四者少于30%啦，意思就是讲食这个大葱头吼，吼洋葱，伊的比如讲你若致癌吼，死亡少差不多30%，啊未致癌吼。那么，凭这个无致癌吼，啊，这个减少25%致癌伊的这个机会。伊如果来说哪呢？这个大葱头吼，含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、维他命 C 啦吼，啊加 B1、B2、A， 啊加这个硫胺素，啊尼克森、尼克酸啊，不是尼克森哦。尼克酸伊叫做钙，所以铁定定起来这个元素，吼、哦。那么营养的这个价值高呢，并且会当治疗这个维生素缺乏这种的这个症头，所以因此还佫含有比较高、比较多伊的这个各种氨酸，吼、哦。所以伊会当算讲。推迟细胞的这个老化，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讲，食这个葱啊头啦，大葱头，就是洋葱、洋葱啦，那么较袂老化，吼、哦，较袂老化。啊，那定定食吼，会当使人比较的搁较长寿就对了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啊看，伊这个日本人吼，上爱食这个。这个葱头，哦，当然咱台湾因为有啦，哦，啊，当然你讲个什么症，什么症拢同款，哦，拢会当达到这种这个目的啦。只要你定定食，定定食，一礼拜食一遍两遍啊，吼，诶，你甲看麦啊，哦，比较得你有水啊，但是吼袂大苦，哦，因为伊有一寡这个维他命 C 啊，所以对你这个抗体啦，吼。也是讲，你若定下感冒，食这个洋葱吼，效果嘛袂歹，吼效果嘛袂歹，吼。所以说安尼啊，都是安尼先，这种的这个特殊食疗价值，吼啊，伊这个大葱头吼，比广泛啊来推崇，吼。所以你甲看，嘿，啊个无贵啦，吼无贵。有当时啊，普通哦，一粒上贵嘛才20块，普通拢15块、10块这个卡刀，哦，大细粒啦，你啊大粒嘛是差不多15块，较细粒嘛是15块、20块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哦，当时咧败家时阵哦，才5块银啦呢，迄只粒哦，一粒嘛5块咧，迄真正哦，这个大葱头无贵。真正无贵，因为咱讲伊藏的较久，吼、哦，藏的较久，吼、哦。那么欧美国家，吼、哦，古的这个阿拉伯国家，曾经吼，吼、哦，讲这个是菜中的这个防护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圣物啦，等等这些名称，啊，那随时哦，甚至哦，设立了这个。玉葱节啊，就是咧讲这个洋葱，哦，洋葱有一个迄个节日就对，哦，
所以也有人设这个洋葱艺术节，哦，这是有关这个洋葱吼，啊，伊的这个功效提供给大家，那么来做参考 DIY 啦吼。后来咱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。阿红，健康安全，再见，拜拜。